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这个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，在我们收集到雅哈之后啊，如何扩充我们的装备栏位，或者说在哪扩充？啊，那我们第一次见到薄库林的位置呢，就是拉布拉山鸟望台的东南角，直接跟他对话。薄库林表示啊，前面有两个非常可怕的怪物。我们走近一看才知道，原来是两棵会动的树，这也可以先烧一波啊！树都有点怕火，当然啊，更直接的办法就是拿那种能砍树的利刃，直接切，切切切啊，切割就完事儿了。捡完了东西，砍完之后啊，前面还有一棵。我干脆就不射火箭了，直接砍。那么这里第一次找他扩充栏位啊，需要一个雅哈哈，第二次呢就是两个。你可以在武器、盾牌和弓箭中选择一个位置来扩充啊。在我个人的理解里，我感觉上来还是优先扩充武器吧。在鸟王台东南方向遇到他的这一次啊，总共可以扩充两回武器栏位。第二次我们遇到薄库林的位置呢，是在监视堡垒的东南角。那么好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